家好，我叫婉莹，你可以叫我 Sugar 糖果，因为我喜欢所有甜甜的东西。我是社区防保宣讲师，我们大家一起零暴力，我们要让这世界都充满爱，我们不要暴力，我们只想要帮你。这一首歌，我想用爱抱着你，是想要表达出我想要用很多很多的爱把你包围。暴力是学习而来的，爱也一样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学着怎么爱别人。你是值得被爱的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防暴故事，在故事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人，因为我的防暴路上从来都不只是有我一个人而已。大家好，我是电翔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刘素梅。那我在暖暖图书馆工作，因为素梅姐的关系，所以我才踏上这个防暴宣讲师之路。一开始呢，我是先在暖暖图书馆里面担任故事志工，对。然后后来素梅姐她就看到有这个防暴宣讲师的课程，所以她就推荐我去上。然后后来就是学了很多很实用的东西，然后慢慢陆续去进修，然后就到了现在成为社区防暴宣讲师。那另外素梅姐也是非常支持我的防暴活动，就她对于我们大家这边的社区防暴宣讲师也很好，他都会让我们在一些大的场合、活动场合给我们一些宣讲的机会。让爱更美丽。这一本《我的身体哪里最重要》，就是非常适合让小朋友知道说，我的身体哪边是重要的地方呢？还有素梅姐会让我们在那个像是幼稚园参访的时候，也会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跟小朋友说说故事。那婉莹真的很认真，持续的有在做，然后有在推广，然后他在宣讲师这方面真的是有爱心，持续的用绘本然后来教导小朋友一些自我保护的观念。素梅姐也是我们 Jumi 剧团的团长，我们是因为想要为社区做更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写防暴剧，往这个防暴的方向去发展。李威他是一个在家暴环境下长大的孩子，那素梅姐也是很欢迎我们很多不同的创意的想法，继续发挥我们的创意，有更多更好的表现。大家好，都会一直很大力的支持我们，甚至你会直接下来跟我们一起举牌宣导10跟13的概念。那我当然要大力支持，而且亲自也曾经去上过课，所以当 Sugar 要来这边宣讲的时候，我当然义不容辞，所以我们在社区里的公共场合、公车站，还有一些店家，也希望他们能够一起参与，整个社区一起来做防暴。里面安插了一些课程，譬如说是造型气球，还有那个防暴开花舞的部分，里长也是非常欢迎的。课程的时候，欢迎我们社区的宣讲师都能够来这边宣导，很欢迎你们。请进。区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防暴开花舞。今天要玩什么？防暴大富翁。对，接下来跟区长一起开箱我们超棒的防暴大富翁、然后这一组防暴大富翁其实很好玩，就我们可以带到社区去跟社区的居民或者是小朋友一起玩，大家就可以轻松的就可以更新自己的防暴观念。好，开始哦，剪刀石头布，监控他人，不准他出门的那一种，也是暴力的一种。比如说他要出门的时候，你要去哪里？对，你一冲下，不准去，不准去，或者是
好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出去就卖等啊。嗯。好、哦，啊啊是讲好，然后就说好，然后说你都出去了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出去了以后，我就在后面跟踪、跟监、哦。对。跟监这也算里面的。这也算。对。對好。嗯、我哎、欸，这好像很有经验。对啊。区长怎么这么了解？对不起，我不做这个事哈，没有，绝对没有做过，只是有经历哈，有经历，有经历。哎，博元，请问你耳机里面听的是求佛誓言版的求佛？你觉得好像防爆这件事两个字蛮简单的，但是做起来好像蛮严谨的哈。我们卫福部蛮严谨的，后门熬了好久，三四年才正式成为社区的防爆宣讲师。今年的你泥兔的愿望，我们的博元也有参与演出。对，我就是那个模仿师。不是只有女生才会被手爆，男生也会。对，男生也会。对，男生也会。对，所以才有0800013999给我打的啦。啊，你好。啊，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做原住民防爆这个部分，我们可以跟原住民一起跳舞，然后我们都会手牵手这样子一起跳舞，也可以在头目面前去展示我们的防爆开花舞，就真的非常荣幸，因为他也接纳了我们对他们。传递着这个防爆的讯息，也愿意跟我们一起跳防爆的开花舞。跟他们相处，那其实相处当中呢，他们的家暴的状况真的也蛮多的，也觉得原住民这一个区块更有需要把防爆的概念让他们宣导，让他们知道。所以在 Sugar 的这个邀请之下呢，在策划之下，我就说好，也有接到。一两件的这个家暴的回报的案件，那我想这就是我们很快的就有的这个成效，这也是我们乐见的。是。李美玉老师，然后同时也是我的舞蹈老师，之前在影片里面有很常带大家一起跳的防爆开花舞，就是现在很流行的 Flowers。然后教我这支舞蹈的就是美玉老师。防爆带入社区要用怎么样比较自然又生活化的方式可以让大家知道，后来我就想到说啊，最近很流行 flowers， 那我们可以在手上套上紫丝带的戒指，就变成开出紫丝带花。那非常幸运，当时美玉老师刚好就是就教我们这一支舞 flowers。那个流行舞啊，比如说那个网络上比较风行的，我们就会抓一点元素在课堂里面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学舞蹈，还有推广防爆。防爆一。大家好，那我们除了自己会来做宣讲之外，也常常会跟伙伴一起合作，因为小宣讲师也是我家官员的一个伙伴，那我们同时也是家庭关怀访视员，如果我不懂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请教巧巧宣讲师，他都会给我很多很棒的一些建议。因为大家一起走路才可以走得远。社工督导，我叫龙威。对，因为王爷很特别，因为他是就是新住民这样子。对，那非常优秀。对，来的新住民来自不同的国家，那我就尝试用英文还有国语还有广东话的母语，也不见得是英文。哦、对 对, 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当地国家语言的宣讲师出来的话，更明白。对，相同的语言，就靠你来招募了。这样，欢迎大家来。我愿意伴你走出阴霾，随时敞开心扉，抱拥你心里不愿放弃，只想温柔去抱。